出租车驾驶员，辣辣开在精彩世博、文明吸引的活动当中，其热情为顾客服务，受到乘客一致好评。可今朝有人竟用钢笔来蒙蔽着伊，令人气呀！50块好卖10公升的汽油呢？那么，伊是哪能来对待搿张50块的钢笔呢？师傅啊，小姐。哦，没关系，总共30元，阿婆，找你70啊。好。李娘仙，别人可以冲奔我，我为啥了不好可以冲奔别人呢？阿婆呢？这是找你的钱，您收好。好。李娘刚才差一点对这张钢笔冲出去，可是一想到老人家辛苦生活也不容易，所以嘛，伊对这张钞票重新调制回来。伊心里想，如果是这样真的做了，自家良心要想要受到谴责。Welcome to 大众 taxi. We are going. Oh, are you done? Okay. You mean the Jinchan? Han Mei? Yeah.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吗？他是中国的。怪不得，是第一次来金山吗？是，我们去城市沙滩看沙拍。好，那里有蓝天碧海、阳光沙滩，祝你们玩得开心。对不起，我没有零钱。没关系。李娘仙，老衲有的是钞票，不在乎这个50块，我就对这张钢笔充分算了。李娘对这张50块钢笔充奔老外后，心里想不由得一阵轻松，一哼着小调，飞快地驾驶着出租车走了。啥人晓得第二日上午，伊送客到海鸥大厦，刚要想离开，突然间安妮、杰里匆匆地向伊走来。老娘，你好。哎，你们好，请问你们去哪里？好的，请上车。啊，谢谢。城市沙滩很美，
Shada, shada. Ginaide, ni ai mei fu chen. Oh, debuchi, wo tai gao xing le. Bu yong zhao lo. Li nian yi ku. De zhang chao piao. Wo xin shi shi ga shou ni zi zuo feng yi la de zai ga bi ma. Huo bu yong yi chong chi ga bi. 难道会有一朵是假设的呢不对这是张假币嘛假币对是张假币对不起呀我真的不知道是这个是假币要是在你们国家收到假币的话会怎么处理啊自动送到货币机构那不是亏了吗为什么不花出去呢这样不行上帝不会宽恕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听了老衲的一席话李娘感到十分惭愧对自家来说还是对的上帝是不被亏损这个上帝就是自家的良心正义的道德 OK OK 拜拜拜拜拜拜哎，慢！师傅，有什么事？小姐，这张假币肯定是哪个没良心的给你的。如果你愿意，我愿意用真币把它换过来。咱们中国人不丢这个脸。谢谢。谢谢你。再见。林娘终于理智地对这张假币调了回来。通过这桩事体，林娘上了人生当中最重要一课。有人讲，做人吃点小亏没关系，最要紧的是哪能来维护自家的良心。但是道德，这正是精彩四宝文明西洋做一个诚实可爱的中国人。